Jo! Ja!见到他有一个精神叫就是知行合一，就是你这个人本来是什么样子，你展现出来就是应该是什么样子。我学到比较好的一点就是知行合一吧，它是我相信的一件事情吧，就是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我一直觉得可能创意是我一辈子想做的事情吧，创意真的改变了我很多，我觉得也是保持年轻保持好奇的一种很好的一个点吧。